OK， 大家好，我是 DJ 阿周，马上就要搭厦门航空，我要去湖州找霍去玩了。那接下来呢，有十天的时间会到中国大陆里面走走，我会持续拍我的影片，希望我的影片你会持续的看下去。我回到台湾之后，陆续的就会把它播上网，期盼到中国大陆走走。等一下上飞机之后，开玩笑的。戴口罩好像圣诞老公公。把口罩拿掉啊！塞车了。那你这次完全都没去逛，一看都没看。Hong Kong, and we wish you a pleasant journey.漆麻黑的，什么都没有。在遭应急出口，标有明显标志。正常情况下，禁止触动应急手柄。
emergency exits are located on both sides of the aircraft with signs and instructions. Do not touch the emergency handles except in an emergency. 紧急情况下，请您务必听从机组成员的指挥，按照应急灯光的指引，到达最近的出口，迅速撤离飞机。撤离时，禁止携带行李及贵重物品。Not bring any baggage or sharp objects with you while evacuating. 那请大家确认一下的手机码能够多少？更多安全方面的信息，请您仔细阅读座椅前面的安全须知卡，或询问机组成员。祝您旅途愉快。For further information, please read safety instructions in the seat back pocket in front of you or ask the cabin crew. We wish you a pleasant journey with Xiamen Airlines. 手机麻烦确认一下飞行模式，好，不要对着人拍哦。我先走过你一个导游。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好。客舱乘务员将进行起飞前安全检查，请您收起小桌板，调直座椅靠背，打开遮阳板，全程保持安全带扣好系紧，并将安全带系在衣服或毛毯外部。本次航班全程禁烟，请取下连接在设备上的耳机及数据连接线，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flight attendants will carry out safety inspections. Please store your tray table and adjust your seat back to the upright position. Open the window shade. Please fasten your seat belt on the top of your clothes or blanket while seated. This is a non-smoking flight. Please unplug your headphones and electronic devices. Thank you.手机请放在飞行模式或者关机哈。等待那么久，飞机终于开始有在移动了。那基本上呢，照以往的惯例，先在高雄小港机场里面稍微绕一绕之后，才会开始的到准备主跑道上准备起飞。为了避免让大家等待的时间等待太久睡着，所以说我现在是用缩时的方式来处理这一段。在小港机场里面，我们的飞机左三圈右三圈的一直逛一直逛一直逛逛逛逛到现在终于逛到主跑道了，准备就在主跑道准备要出发咯。
经过我的巧手的制作，把影片剪到我们现在已经飞到中国大陆上面的领空，准备在福州机场准备要下去降落了。飞行了一个多小时，我们终于来到福建省的福州了。好的，走出飞机之后，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来到福州机场，所以说对这边并不是很熟悉。照以往的惯例，就是跟着人，其他的人一路的走下去，自然就会到达，可以去过边检以及提领行李之后再出去，就是跟着人走就对了。至于要走多久，就跟着影片慢慢的看下去。厕所就不拍了，这边的厕所都很干净。走到这边，终于看到有人性化的输送带，前面都没有看到输送带，走起来是觉得很累。看了影片是不是很华味？帮你介绍一位不会红的网红阿周。
完了完了 ，BBQ 了，又没有输送带了。耶、yeah, ！又看到输送带了。这边应该是他们那个国内线。到达中国的海关的时候，这边就开始准备不可以录像了。好的，录影就到这，我决定先关掉。应该是这边出来的。转眼间，领完行李了，走出来。一出来的时候。这个是出机场的一个情形，往左手边这边过来呢，会看到一般搭配记者最喜欢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当然就是厕所咯。看一下这边还有麦当劳，哎，他们这机场有分为国内线还有国际线，那我们走这边是不是港澳台国际线的路线出来的？好的，等一下就先去撒泡尿，留作到福州机场一游的一个纪念。以上就是 DJ 阿周到大陆自由行第一次到福州机场的一个情形所做的记录，希望你会喜欢。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麻烦帮我按个赞，同时开启小铃铛以及订阅我的频道，有你的支持我才有继续拍片的动力，我们后会有期。